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豪豪。前几天摄影师跟我说，看我疫情期间啊，我在家里面这样子废着，都没有出去交朋友，怕我与世界脱轨，所以他就推荐我一款 App， Omi。啊，为什么你要推荐我这款 App 呢？因为它这一个 app 最近推出了两个功能，一个是恋人卡，一个是恋爱礼，而且这两个功能都不会看你的颜值，所以我觉得蛮适合你的。啊，不会看我的颜值？这样子，那你的意思是，你一直在说我很丑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感觉好像也还蛮 OK 的啦，因为像我们现在疫情期间啊，都比较少出门嘛，所以好像不看颜值，就是大家都比较少打扮，所以其实用 Q 版的头像好像也 OK 哈，因为我看它现在上面可以让你选择很可爱的头像，感觉好像还蛮适合我的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少出门嘛，就没有打扮，然后它上面又有 Q 版的头像可以选择，而且种类还蛮多的，那我就直接来试一下恋人卡好了，它上面直接有四个选项可以选欸，最看重的择偶条件是。他有星座、幽默感、个性好、三观合。好，我让我选看看幽默感好了。我觉得幽默感很重要。哎呦，找寻配对的人，你知道这个他一天最多可以配几位吗？最多可以配三位。三位是不是？好了，那我来测试个几天，然后再跟大家 update 一下。好了，大家，通过我昨天的一整天努力的配对，我直接配到了三位女生。我就在上面小聊了一下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表明说，其实我是在拍吃播影片的，然后问他们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玩一个呼叫外送的游戏，然后他们就说 OK， 所以我今天呢直接约了三位嘛，约他们吃早餐、中餐跟晚餐，一天直接三位在家里面约会约起来。然后这个呼叫外送啊，你会不知道对方送给你什么，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。我觉得豪豪呢，如果我跟陌生女生聊天的话，一定会很尬，所以我就帮豪豪准备了一些小游戏。哦，真的吗？游戏内容是什么？就是关键字引导小游戏，关键字引导，所以我会给你一个关键字，然后你就要慢慢引导对方去讲到这一个字，这样就想过。那现在我已经在帮那个第一位呼叫早餐的女生叫外送，女生应该会蛮喜欢吃松饼的。我就叫了一个松饼给她，然后再配一个奶茶，因为我想说不是所有人都会喝咖啡，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个松饼配奶茶。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不会很雷的早餐。我现在私讯她，问她到底餐点有没有收到这样子。OK， 刚下去拿到我的餐点，那我们现在来问一下女生她有没有收到，沟通了，看一下对方有没有接。喂，你好，嗨，早安，请问，你收到了对不对？我收到了，你收到了吗？我收到了，收到了。好，那不知道好不好吃？对，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吃摩斯了。对，谢谢，我很喜欢。没有，我就刚好看到它有那个，就点点看，因为我也没有吃过，因为摩斯我一般都是吃最基本的。其实摩斯点起来不便宜耶，谢谢你哦，破费了。因为现在都那个居家办公嘛，对啊，所以最近都自己煮比较多，反正都比较少叫外送。平常都是吃一整天这样子吗？没有啦，我其实都一天吃一次，然后一次吃三餐吗？对对，一次把三餐的量都吃掉。那你最近好吗？就是，对啊，在家办公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就是在家办公的关系，所以就蛮闲的，就是还可以当一下薪水小偷，就有时候真的觉得好累哦，然后就会先旁边废一下。我刚喝了柠檬，蛮酸的，蛮甜的。那所以一到十分给他几分？十分如果是就是超好吃的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给个七分。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？就是所有的食物当中，你最喜欢吃什么？我其实我还蛮喜欢你今天帮我点的这个汉堡的，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吃汉堡的，老实讲。因为我想说，男生好像应该吃汉堡才会吃比较饱。其实这个汉堡怎么会奇怪？没有什么味道。你现在吃东西没有什么味道，这很危险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反正现在就是打电话你也传到耶。对啊，奇怪，真的哇！我再吃一口这个柠檬好了。对啊，你刚刚柠檬明明就是有味道，应该还好。没有，现在又没味道了。你要不要先多喝水调息？我前几天哦，还那个没有戴口罩，然后直接在那个急诊那边跑，就是想说要让人生刺激一点点。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有那个喉咙痛，然后胸闷跟发烧的情况了。那你要不要去看医生？我有点需要。对，你到底在咳什么？好啦，其实我们在玩一个猜字的游戏，让那个摄影师帮我
出的题目是你确诊吗？我一直在那边咳，然后你好像猜不到。你要分你的摄影师吗？他在旁边会不会很无聊？不会啊，你们尽情的聊天就好。哦，摄影声音好甜哦。哦，谢谢。你们两个声音都很甜。上次好像在听吃播，还蛮好玩。哦，真的吗？就是那个、这听得很清楚吗？那个叫什么 ？ASMR。对。还是我再靠近一点点。哎，好。还是算好那对我饮料现在喝的差不多了，那我们之后再讯息聊，或者是再讲电话都没问题。Okay. 好的，大家午安。配对到的另外一个女生问她餐点收到没？哦，有了，收到了。哎，这次不要再出一些什么奇怪的题目了，好不好？搞我，打电话了，接起来了。哎，嗨 ，Hello， 嗨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餐点你有收到对吧？有收到了，耶！我也拿到了，谢谢。哦，闻起来很香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我现在来开箱一下。哦，意大利面也太巧了吧！我也点意大利面给你，靠！谢谢，哇，闻起来超香的。你有灵犀的意思吗？嗯。那你今天好吗？今天蛮好的，早上就开了一下会，这样。哦，疫情期间都是在家工作吗？对，大部分都是 work from home。你也是吗？嗯，都没有什么出门。嗯，那今天你这间还满意吗？吃光光，不见底，就奶油味很浓啦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哦，对啊，真的还蛮浓的，而且面很 Q。那你会在你的意大利面下加什么塔拉斯口那种很辣的酱？这个不太一定哎，我觉得对，如果是吃腻的时候就会加 Tabasco。对，吃腻的时候加 Tabasco， 我超喜欢加 Tabasco 的，酸酸辣辣的，你像在吃什么酸溜醋面。可是加很多很辣哎，所以吃意大利面，所以我才多加一杯饮料给你啊，就是要配饮料喝。哎，谢谢。哇，那你有在看那个卡通吗？有，我最近在看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看什么？美女与野兽，美女与野兽。那你有没有看那个比较美国搞笑的？有六人行。卡通？你说卡通吗？啊，对。动物方程式我觉得蛮好笑的，Utopia。那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角色？他们全部都是黄黄的。你说Minion吗？那你有看过那个老婆是叫做美芝的吗？那个主角他的老婆叫做美芝。美芝？对，你知道美芝吗？我不知道美芝是谁。那你觉得我像谁？你像谁哦？这个是中文配音。中文配一休和尚吗？那我再给你一个提示，他的皮肤黄黄的，然后他的嘴巴圆圆的。然后他头发好像有三根，穿着白色 T 恤，搭配蓝色的裤子。小小兵本人吗？小小兵不会，他只会 banana。好啦，那我要公布，因为其实我们在玩一个就是游戏，但是没跟你讲，就是摄影师他出一个题目给我， uh-huh. 他出荷马辛普森。因为你一直往那个小小兵那个方向去想。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小小兵，所以我满脑子都是他的声音。哇，谢谢你今天陪我吃这个这么好吃的一餐，我也是吃完了。这么好吃的午餐，对，满足吧。谢谢。啊，你也吃完了吗？下一步是不是要睡午觉？哎，对，感觉有那么一点。谢谢你，那我们之后再约出来。好啊，对对，当然在比赛大胃王。对，没问题。然后好，好，然后那我先这样，谢谢你陪我吃这么好吃的午餐。那我们好，对，我们在之后我再打给你好了。好，你再打给我。嗯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怎么样？你觉得刚刚聊天过程？你出的题目会不会太难了？他们好像都猜不到。对啊，而且你都在旁边偷笑，什么意思啊？餐点他已经就是他叫的已经收到了，现在是对要来吃晚餐了。然后，对，我现在来问一下他，没有收到，哦，接通了，喂 ，Hello， 嗨，我收到你的餐点了，海南鸡饭，哇，正是我想要的，谢谢。你在吃吗？我正要把它打开，因为我只是看到它这个外面的包装，
你呢？我刚刚说到，就是因为我现在还不饿，但是我最近好像在健身，所以就本来也想吃健康餐。我那时候在想，女生可能晚上就不想要吃这么多油腻的东西吧，我个人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看点一个鸡胸应该比较不会累，就不会罪恶，因为我刚好昨天吃了泡面。哦，真的吗？也可以弥补一下。哇，这个鸡油感觉很棒。哦。哎、欸，你叫我这间好好吃哦、喔。是好吃吗？我以前就是在这边附近念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还是你搞不好你已经吃过很多次了才叫这间？有吃过一两次。嗯，所以你是读服装设计的吗？不是，念管理的。管理的哦，那你已经算刚下班吗？还是？我现在待业中。待业中，哇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吃这个健康餐呢？嗯，等一下吧。等一下，因为我都比较晚吃。哦，通常就是有感觉了再吃。我最近在看那个漫威的那个连续剧吧，就是电视剧，它有出那个洛基。我最近在看洛基。是影集吗？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影集。哦。哦。好看吗？他在哪里播？哦，他在那个 Disney Plus。啊！啊！啊！是你家的狗吗？哎、欸、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好了，我要跟你解释一下，就是刚刚摄影师丢给我一道题目，他要我引导你去猜，然后他的题目是你家是不是有养狗？哦，你听得出来那是我在叫吗？还是真的？你觉得是有狗、啊？是你在叫吗？啊，对啊，真的假的？啊，你是真的以为我家有养狗是不是？真的以为你家有养狗。肉肉，我食物吃的差不多了，哇，谢谢谢谢，非常的好吃，谢谢你陪我吃这个晚餐。好啊。好，那我们再讯息聊吧。好。嗯，谢谢你陪我。好。好，我们下次再打。嗯，拜拜。好啦，那今天算是大成功，也吃得很开心。感谢欧米，让我认识到这么多好聊又有幽默感的女生。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哦，昨天用恋人卡配对到了聊天，你都不知道现在这个恋人卡多好用。我昨天才用一天，直接配对到三个，还跟他们聊天、讲电话，对不对？现在有点忙啊。而且现在跟你介绍一下，欧米他又推出了七系限定的月老签，你直接把它点开来，或是你手机摇一下，对不对？哇，马上出来了。然后呢，求签的时候请默念你的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，还有恋爱的问题。OK， 立即求签，给它起来。来看一下我今天的运势，它每天都可以抽哦。7月23日月老临签，哇，缘分具足，吉庆临门，哇，我有这个加持，我明天再继续配三个。好，真的非常感谢欧米这一次邀请好好我来配对，而且非常的顺利，所以下次想要看我配对哪一间餐厅或是哪一个人，记得留言下告诉我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